各位同修，我们继续研读《孟子》。上一节讲到啊，夫诗路，腾固行之矣。现在就从这里开始。诗云：“欲我耕田，虽稷我思。”从这开始，孟子又举出《诗经》里面两句诗来，那个跟滕文公说，这个诗啊，是指的《诗经》里面《小雅》。那有一篇诗叫做《大田》呢，大小的大，田是农人种田的那个田。在《大田》的那一篇诗里面，欲我耕田，虽稷我思啊，就是你说那个时候的。一般民众啊，就是希望，这个天上这个雨啊，先下在公田里面，就表示那时候民众啊爱护国家，这个先下在公田里面，然后在这个鱼在下在私人的这个私田里面，这个两句诗，这两句诗啊，孟子举出来以后就说了。为诸为有公田呢、有此观之，虽昼亦诸也。前面讲这个周家实现的这个是车法，孟子举出《诗经》里面讲有公田有私田呢。从诗那两句话里面就知道，周家为什么这个公田呢？公田是只有诸法才是有公田有私田的，那么因此啊，由此观之，由这个《诗经》里面这两句诗文呢。来看呢，周家虽然是周家，他实行的车法也有诸法，所以虽周亦诸也，亦诸也是不完全是诸法，他有车法也有诸法，是两种的这个制度都有。因为这个所谓这个诸法是实行井田制，因为有井田制啊，它才有公田有私田。井田制是什么呢？它把这个农田呢划分。九等分，九等分呢？那个地那个地方呢，划成9块。那么这个就像那写一个井字，井字呢就是中间一块，四周啊一共有8个地区，8块田，那么合起来9块。
那么这个在当中的那叫宫廷，四周的是，那个八分天呢是每一份是一家农民所耕作的，那是私田。那么因此呢，住法呢才有公田呢。什么叫住法呢？八家农人，个人耕作自己的私田呢，除了耕作自己私田以外，八家农民他们要合起来的力量，共同的来，耕种这个公家这个田，公家这个田收获的呀，全部归这个国家所有。那么就是叫租法，租就是借助啊八家农夫的这个人力，共同耕作的公田，以这公田的收获的粮食啊，就是算是这个向国家这个缴这个田赋了。所以在这讲，只有诸法才有公田呢。那么即使有公田，那周家也有住法，周家一方面有车法，有住法，车法就是，向农民呢，收取田赋，这个住法呢，就是以公田的粮食归公家所有，这就两种制度。下面，孟子又举出了，举出什么呢？你治国，治理国家，当然，民以食为天呐。一般国民，这个吃饭是最重要的，所以粮食问题、民生问题，这是非常重要。那么除了粮食问题，你国君呢，治国，那么这个需要注重之外，另一个最重要的，几乎跟这个民生问题同等的，那就是教育了，这个是古时候做国君的有两种重大的事情呢，一个是养民，一个是教民。养民呢，就是前面讲的那个，治地，怎么样的这个，制定这个，这个，这些这个，这个公法了，车法了，住法了，这些制度，使得农民呢，这些民生问题能够获得解决。那么下面就讲的教育问题了，就是教民，养民教民。下面就说设为享序学校以教之，设是设立，设立享。需学校来教之，教之什么？就教这个民众。这个汉儒赵佶的注解，
他说，社为详叙学校以教之啊，就教民众学习礼仪教化啊，让他们都知道这一切这个做人之道。那么，详叙学校是什么状况？下面就继续解释。详者养也，详呢是啊，在全国各地方都设立这个详，是养这个国家那些老者们。比如说，在国家，朝廷里做臣子的、卿大夫等等，以至于士，到了年老退休了，那国家要设立这个饷啊，养这些老年人。孝着呢是教也，这个。孝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学校了，是教什么呢？教礼仪，学习这个礼，学习这个义就是一些这个教人家学的这个学一些要有正义，非正义的事情不可以做。叫礼仪，叙的是奢也，叙呢是教国民呢学奢，为什么叫奢呢？拿这个奢做代表，那么奢是我们现在有这个运动。运动这个运动大会了，各种这个比赛了，其中也有射击的。古时候射击也是运动比赛的一种，拿这个做代表。古时候这个有射击比赛的时候啊。他有一定的礼，在《论语》里面讲得很清楚，揖让而生，下而应，其正也君子。在举行射击比赛的时候不在乎你射得中或是不中，就看你参加比赛的人，从开始到比赛完了，每一个程序都要合乎礼呀，所以接着学射呀，也就是教人家学礼，所以学点射也。那么这个。详叙孝啊，三代，设立的名称不同。夏月孝，夏朝这叫孝；殷朝呢叫叙，周朝叫享。那么还学学校嘛？还学？学在三代共之啊，虽然这个详叙孝三代的名称不同，但是这个学，无论是哪一朝代，学是共同的，共之啊，都要有学。这个学就指的这个，
你无论在想也好，在虚也好，在笑也好，都要教一般国民呢学习。学习什么呢？皆所以明人伦也。都教国民学习人伦呢。伦是伦理、伦常，人与人之间，那么拿这个五种伦常啊，可以全部都包含起来了。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。这五种对待关系，把全国的所有的人都包含在内。学习这个人伦的教育啊，使每一个人，都懂得啊，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，学习人伦之道。所以，明人伦也，人伦明于上，小民勤于下。你国家办这个学校，叫所谓的学校，把这个人伦的教育啊，教得很明白。做国君的也带着这么做，这么学习，小民就勤于下了。就一般国民呢，彼此是，都很这个很亲呢，亲是说，不管全国是哪个地方的人，看起来如同家的亲人一样，相亲相爱，小民勤于下。那些国民对待国君，就拿国君当做自己父母亲一样。那么有王者其义，必来取法，是谓王者师也呀。你这样做，有王者其义。假如将来有王者，这个王者呀，他要学三代，夏商周三代的这些王者，那些圣人在位的那些王者呀，那么后来的如果哪个国君，他要想行王道，这个王者起，他必然要来取法。你在这里呀，照着这样行，实行，把这农田治得好，把这个教育办好了，特别教这个国民呢学习人伦。那么这个后来王者起来的时候啊，一定来向你来效法、取法、取法向你来学，是为王者师也。那你就是做王者的老师啊。后面再举出这个《诗经》里面，诗云：“这个诗是《大雅》里面的文王《文王》，《文王篇》里面所讲的啊。这个周虽旧邦，其名维新呐。周家是得了天下了，在未得天下之前呢，那个周家，他是一个小国家，在文王那个时候，吴王还没有伐纣，那个文王在西边是个小国的诸侯啊，这个小国诸侯，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周家始祖就是后稷，后稷就是
叫人呢，这个耕种，叫民加色，这个培养这个道德啊，从后继那样开始培养到文王这个时候，啊，周家有这个诸侯，有这个国家，他这个道德很厚啊，这算是旧邦啊。从这个后继到文王呢，这个长远时间，这个诸侯这个邦是旧邦啊，所以说周虽是旧邦啊，但是其名维新。到了文王的时候，他接受天命了，天叫他嘞，要有天下，叫他来治理天下。天子给他的新的命令，这个命令是新的。到文王那个时候，虽然还是殷纣王那个时代，但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啊。殷纣王的天下有三分之二的诸侯，这个时候都来向文王来学习，他的心呢都是归向于文王，所以他这是天命，就是新的天命给文王。后来到吴王的时候，就伐纣一举就伐纣成功了，所以诗。赞美这个文王啊，有这两句诗，所以文王之位也，就是讲的文王的那种有新的天命，自立行之，也以行之治国啊。滕国虽然很小啊，也是古老的国家了，子是指的滕文公。孟子告诉滕文公说，你呀，能够力行。你要是努力的呀，照我所讲的，这个治国之道来实行的话，以新子治国，你的国家也像文王那样啊，你国家也维新了。这是孟子啊，告诉滕文公的，一个是这个，讲这个农业方面，一个是讲教育方面，两大重点。治国这个最重要的是两大重点呢，而在教育方面，最重要的是教人家学习。无伦之道啊。后面这个使毕站问景帝，滕文公问魏国，孟子这样答复他之后，过个时候啊，那个滕文公就准备。实行照孟子所讲的这么实行了，实行的完那个井田制度，前面讲的莫善于周啊，治地莫善于周啊，那滕文公就准备要实行井田制。那么实行井田制啊，详细的情形他不了解，因为在战国时候，很多国君呐。都不实行这个制度了，不实行这个制度啊，他那些国君呢，都向民间收取很多很多的这个田赋，不按制度来啊，把这个民间的财富聚敛起来，所以这个时候啊，井田制度啊，滕文公也不了解，他就派这个毕站来问景帝。
到这时候来啊，问，再来问孟子。B 站是滕文公的臣子，他准备叫 B 站呢来帮他来实行井亭制，因此就叫 B 站来问孟子。孟子就对这个 B 站说了：“子之君将行仁政啊，子指的 B 站，你的君主就是滕文公。”将要行仁政了，啊，实行仁政了。荀子而使子，他荀在谁来实行仁政呢？就荀在你。荀在你呀，让你来啊，使你来，使子就是派你来实行仁政。子必免之，你好好的来帮他那个实行仁政。下面这个孟子就说了：“夫仁政，必自经界始啊。讲到实行仁政啊，孟子就告诉 B 站说了：必自经界始。经界始啊，就是从哪开始呢？就土地重划。”就把这个井田制，这个井田呢，这个田呢，它这个界限划分得很清楚。经界就是这个，把这土地划得一块一块的，划得方方正正的，界限很清楚。这个经界，从这开始做。那么，如果是境界不正的话，你要实行井田制啊，那境界如果不把它画得很好、很清楚的话，不正什么呢？你要想实行井田制，井田制这个有8份这个农田，加上公田的一共9份，9份这个田呢，面积一定是相等的，彼此是平等的这个面积，这叫正。假使经界不正啊，这个今天的面积啊，这一家多，那一家的这个田又少。这就不正了。境界不正，景地就不均了。这个"均"，"京"字边跟那"土"字边是一个字一样的，就是平均。境界不正的话，土地就不会平均。不会平均呢，轱辘也是不平，轱辘就是啊，今天这个面积不均的话，如果按照这个今天这个农地制定收取这个稻谷这一类的呀，作为这个俸禄，古时候政府里面的这个做官的呀，卿大夫等等这些，以至于士啊，他的俸禄什么呢？用这个粮食计算。那你这个今天经地不均呢，计算出来要收出这个谷做这个俸禄的话，也就是。不平了，你像哪一家，那个农家的，他这个田面积大，你向他收这么多，那个面积小，你也向他那么收，这就不平等了。
所以一定要境界要正，要平均。这个是故，暴君无力必慢其境界呀。境界不正的话，是谁不正呢？那些暴君无力必慢其境界，慢是乱了。什么叫乱呢？就是境界不正就乱了，那些暴君不顾民间的这个是好是不好，民间的疾苦啊，暴君他一概不管。这个无力呢，是暴君所用的那个臣子贪污的那个官吏。他这些暴君无力呀，必然是对境界不正的，是慢了境界。这个孟子告诉B 站，不要学那些暴君无力。那么要学这个。仁政学明君，仁政是什么呢？前面讲的，必自境界始啊。仁政要得这个世心井天之啊，境界即正啊。你回去告诉这个文公，境界一定要正。境界即证了分田制路可作而定也。境界一证了，比如说8分田的话，公田也好，私人的这个8分田也好，加上公家的1分也好，9分呢，都是平均的。你划分得很公正，然后制定的这个，这个俸禄，因为这个时候，如果是要实行井田制啊，还有不能实行井田制那些毗邻的地区啊，也要按照这个制度来计算这个。俸禄了，所以分田制禄可作而定也啊！你今天划分得很清楚，按照今天平均的那个，那个农田的面积，计算收取多少的这个，这个谷禄，也一定有一个正当的制度，这是可作而定也。你可以立刻，就能够，把这个治国这个，这个治地治，就能够实行得很好。能够定得下来，这个安邦定国了，能够坐而定，也就是就是垂拱而治的意思。扶藤壤地边角，孟子说了，藤国壤地是。国土面积很扁小，扁小很狭小。虽然狭小呢，将为君子焉，将为野人焉。将为君子，你的小国有国君，有朝廷，国君朝廷这都是君子啊。
君子乃是治国的啊。那么你治国的要有民众啊，民众就是不在朝廷的这个那个乡下，都是叫野人呐，有野人，有乡下的一般国民。你这个国，你这个藤国虽然小，你有国眷，有臣子，有民众，那么跟大国一样的有君臣民众，无君子莫之野人，你要懂得这个道理。没有君子，就是没有君臣，就是没有政府啊，没有政府，这些国民呢就乱了，没有政府来治他，无政府，那个民众就乱了。是，没人来治这个野人呢。这个无野人，莫要君子啊。没有野人的话，没有国民的话，你这个朝廷、君主、臣子，你治理谁呀？现在你有国民，有国民，你有君臣这个君子啊，你付出这个劳力，你治国，民众就以他们种的这个田、收成的这个粮食来奉养你们，这是互相的，这个关系啊，相辅相成啊。那么讲这个道理是说，就是告诉这个滕文公啊。这一条很重要。我们今日之下，实际上这个民主时代，民主时代特别要懂得这个道理。你不能说一个民主这个，我是一个这个民主国的一个，无论是这个大国是小国，就拿是美国来讲，是全世界最强的国家了。最强国家是美国的大总统，比如说我是大总统，高高在上，你高高在上，你也知道，没有全国美国的人呐，你这总统，你做谁的总统啊？你是做你美国的所有的人民的总统啊？那你这样，你要把你要看待，你要好好的爱护你。你全国的人民呐，无论在民主哪个国家，都要有这种的观念，这才是实质的民主。没有这个观念呢，虽然是民主，一个名义上民主啊，实际上他连君主还不如。孟子那个时候是君主制度，孟子有这个想法，这个想法比现在的那些民主国家还要好，他这个讲究时机的道理。讲完这个以后，孟子就说：“秦也久易而诛啊。”你要对于那些划分的这个野外的农民呢，实行井田制，久易而诛，九份田地呀，中间一份是公田，四周的八份农田，这个农民呢，先要帮助，共同的力量帮助呢，耕作这个公田。公田的收获的这个粮食啊，全部归这个国家。其余的这个私田呢，农民他们自己收取多少，都是自己归自己，就久易而诛。国众是衣食自富，国众就在城市里面，城市里面不能实行这个这个井田了。那么国中里面，他们也有土地，种种的畸连的土地，
麒麟的徒弟呀，这个公，公那个时候啊，在这个战国时代呀，春秋时代就是如此，他收的这贡啊，20取1，收的租税很多，收的这个田赋很多。孟子在这个时候啊，就比照。希望这个滕文公啊，比照这个井田这个制度，减轻那个在城市里边那个田赋，自贡自行呢，比照这个失意的来这个给国家。秦以下必有归田，秦大夫以下以至于这个士人，做这个一般官员，都有归田。归田什么呢？是这个田给他们了，让他这个呢，他的子孙呢，可以有这个田呢做祭祀用的，祭祀他的祖先。这个归田呢，有50亩。还有渔夫，渔夫接受归田的人呢，他家里如果人口还多，还有多余的这个力量可以耕作的话，还可以增加他25亩。这是对待这个卿大夫以下的这个在朝廷里做事、做官的人呢，一个很厚道的一个，让他能够有守着祭祀，有祭祀的这个田给他们。这样之后，死息无处想，死是父母死了，那料的这个丧事，这个丧葬这些事情。息呢，就是有。这个徙居、迁居，有的要迁居这里，有的要迁居那里。但是无论是死葬、父母之丧、死葬，自己要迁居，都是无处乡啊，都是离不开本乡啊，不会太远的呀，死葬也是在本乡本土。就是要换换房屋、换换居住的地方，也是在本乡本土，无处想。都在本乡本土的话，乡田同景，都在这个乡下，共同在这一个井田制度之下，出入乡友，大家出入互相有帮助的，互相友爱。守望相助，疾病相扶持，这像就像一家人一样啊，这百姓亲睦啊，全国的老百姓都是一团的，看着就像一家人那样亲近，一团和气和睦。那么这个。井什么呢？方里而井，四四方方的一块这个，这一个一个里，而划分为井田。井呢，这个井里有900亩，其中是公田，八家皆是百亩。八家这个农人呢，他每家有一个私有这个田地啊。这个各有100亩，都私人耕作他的一个私田100亩，同样公田，八家农人共同的力量来耕作在中间的一份公田，公是比怎么样来耕作先耕作这个公田。比如说插秧、除草、
啊，在这之前要播种，啊，这些事情呢，先办公田的事情，公田事情办好了，比如说公田的播种播好了以后，个人才替自己私田来播种，所以公事毕，然后感知私事，所以别野人也啊。野人，还有这个国种失意而自己去这个自负，规定的清清楚楚，各有分别，此即大略也。这是讲这个大略。若夫润泽之啊。如果润泽你国运，还要对待国民有更好的恩惠，润泽就把恩惠给国民，那你再捐于子义啊，就看你滕文公以及这个毕湛你们两位啊，你们怎么做了？啊，你要想给这个全国这个民众啊。有更多的恩惠，那就更好，就看你们自己怎么做去了。那么这一篇呢，最重要的实行仁政，一个是井田制，一个是教导国民都要修这个无伦之道，一个是养民，一个是教民的，这是治国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原理。那么时间到了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